在地菜坡木纳回天的情形之下，金奖杯也是正式开幕啊！鄙人甲大美的结婚也结束了试营运，正式被维系下来。哪一只？啊，这场伊敢不是死人？唔死人，惨着，紧转去，紧转去啦！你笑话，你搞骗哦！紧转去啦，惨着啦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宾先休困一下哦。谢谢您来啦，嘿，谢谢您。马上开始啊！嘿，多谢休困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马上好，嘿，谢谢啦，嘿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！哎，阿姨，印象。大美请的歌舞团呐，虽然讲我唔是真正的红阿婆。但是有大心哦。这一人给咱恭喜送花圈，有无？有啦，有啦。汉城糕饼店。这条老朋友，老朋友，老朋友。这花贵个小欧。有啦，谢谢。这么有这么有。啊，哎，台南商业会呢。哎呦喂！恭喜恭喜！司仪家。哦。像啊，祝酥饼中董事长开幕致喜。长。帅啦！董事长好。好厚的脸皮啦！啊，恁伫底店，你家己讲家己董事长？我乱讲的啦。哎，伊叫做想讲，难道要开饮料店？就想讲，哎，我一定是做董事长，无法度啊。像讲我一出席就注定爱做董事长嘛，吼。阮家要开一间饮料店嘛，啊，阮遐弟弟妹妹讲，我八字较重，就要安排我吼一个足重要的地位。哦，是啥物地位啊？董事长啊，就排行愈大，责任愈大。比如人讲过，